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智慧人医守护爱》，我是梁中昭医师。台湾的全民健保呢，花了5000亿，可是呢，十大死因呢，还是有很多呢，跟我们的慢性病有关。要如何改变这些慢性病呢？可能要靠我们的社区健康的促进，这些呢，靠着自己的学习来改变生活的形态。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重要的人物，一位是我们花莲玉里慈济医院的杨景良医师。杨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我们玉里的院长室的陈思源专员，思源你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大家好。杨行良玉里慈济医院加医科主治医师，发愿以医疗服务偏远地区，来到花莲县玉里镇超过20年，除了加医科门诊和急诊值班，更擅长放射科诊断，积极运用时间，欢喜发挥良能。陈世渊玉里慈济医院院长室专员，花莲县玉里镇人，不遗余力地推动各项社区人文与健康营造，造福乡里。2011年，玉里慈院通过高龄友善健康照护机构试评作业，为全台唯一获得认证的地区医院。在节目进行之前，首先为你介绍坚强的科研团队。首先是我们的陈中英副院长。加医科的王英伟主任、邱云科医师、陈志强医师、谢志刚医师，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 call in 03-8561-337。杨医师哈，我知道你在玉里已经20年了哈，大部分的哪一些病人会找你看？蛮广泛的啦，包括了心血管疾病、肺部疾病、糖尿病。那一般的小事，一般的感冒那些也都会找我看。对，我们知道疾病当然是预防胜于治疗了。我知道世园也动用了很多志工，守护我们花东重谷，尤其那些银发族你们活动的非常多。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老人家们跳得起劲，银发夫妻还能展现恩爱。这是在花莲玉里的银发福气站，每周2天都会有超过30位老人家聚集在这。大家师姐啥货啊，拢介热心，啊，拢替咱服务啊，来这太快乐了。92岁的张玉英自己独居，平常没事就待在家看电视，或者拿着佛珠自己诵经，只有初一15会走出家门拜拜。你下日去了，啊，无就出来，阮早起就啊来这个人参加了。但有了福气站，张玉英的生活也变得多彩多姿。在这里，每首歌都有专属的活动，丰富的道具也都是志工们亲手制作，难怪这群阿公阿嬷很喜欢来参与。我希望是较侪摆是较好啦，啊，不过较侪摆这老师嘛介无闲啊，对无吼？哦，咱是介爱啊吼。从民国94年到现在，玉里慈济医院和志工们坚持了将近10年。银发福气站的经营对医院来说没有健保收入，但就是要成为社区长者的健康守护者。其实以一家医院来说的话，它是不需要来做这一块的。但是呢，基于我们对社区的一个照护，还有对社区的一个责任，以及我们对高龄者的一个健康促进，所以医院呢才会一直持续执行这个计划。在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占11%，在玉里镇则是超过13%。因此，玉里慈济医院的医疗资源对长者的健康照护更显重要。可能他们觉得就是我裤子都穿松紧的，然后没有什么腰围的问题，也不会去着重自己的身材，所以可以跟他们说，其实腰围也是评估那个身体健康的影响。这样，血压的话，因为老年人这边拿血压药的也比较多，所以希望他们可以每天量血压，然后记录起来，然后拿去给医生看。我们做医疗呢，还有我们做健康促进呢，不只是在医院里面推动，更重要的是回到社区以后。在他的生活上呢，还能够持续提供他这些资源跟介入。除了身体上的照护，志工们也结合慈济人文，让长辈们多了解，而这样彼此分享，也让大家的心情更愉快轻松。年纪大了，好像，该懂的也懂了，不懂的教也没用。每一位长辈的那个经验，人生的体验，再把我们的近思语，再给他，加下去的话，他们的体会会更多。我们的所谓的健康，应该是所谓的生理、心理跟心灵的部分，身心灵这3个部分
我们都要能够促进，这才叫真正的健康促进。玉里慈济医院和志工联手，成为当地居民守护健康中最大的支柱。世元哈，看你还很年轻哈，要跟那些八九十岁的阿公阿嬷互动，已经十几年了，什么动力哈，让你跟他们这样互动这么好？我想我们应该是很幸运吧，能够在医疗事业里面服务。因为啊，我们在推动这些计划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困难，可是你以后我们做了一段时间后，就发现有志工的加入，还有长辈的协助，就会发现说原来做好事啊，做对的事，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贵人，还有非常多的志工来协助这样。对，而且哈，我知道你现场哈带来阿公阿嬷很有创意的东西啊，他说一定要带来哈，是不是这个东西给我们介绍一下？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阿公阿嬷做的一个环保手工艺。那这个是用我们的保特瓶做的，而且阿嬷特别请我说要打开给大家看，因为它像一朵花一样，就可以开花。那开花之后呢，它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置物盒哦，而且造型相当美观，那又我们提倡的环保资源再利用，就可以透过这个手工艺来转达这样子。对，这样哦，看起来我还以为真的很难想象是宝特瓶做的了哈。杨医师，我想请问你哈，我就知道你在那二十年狱里的哈，一定有一些比较温馨的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一些病人一定是在我在值急诊或者是那个的时候才会过来了，但有一些很不幸已经往生了，甚至于我还是把我自己上人给我的那个手镯最后送给他了以后，他才非常安然的往生了，就是有菩萨接引他走了哈。我知道那个社区健康的促进哈，就是说嘉义科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了哈。那他们呢，健康促进有分了哪些项目？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健康促进方面，除了有包括了戒烟、戒槟，还有戒酒。当然在戒酒方面，要接受于身心科方面的协助，我们医院比较没有推广。但是在那个戒烟跟戒槟，我们都有积极的介入，对，积极的在鼓励病人。一般来讲，我的做法就是，第一个回去，这戒烟一定要靠自己的意志力了，好，要自己下定决心。那病人来找我的时候，我不会马上帮他处理，一定会建议他说，第一个你回去仔细的考虑。然后最重要的，你要寻求家里面的人协助、共同来监督。我知道杨医师啊，刚才观众可能不知道哈，在花东地区比较偏远地区，嘉义科也要受急诊的哈，非常辛苦。那是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刚才你提到有志工帮忙啊，志工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志工啊，其实我们在医院里面，志工好像是医病之间的桥梁。那在我们的福气站里面，志工就是我们的服务的主要主力了，它变成是有点像我们工作人员一样。可是呢，它是不同，他们是主要是不像我们还有领薪水啊，他们主要是自愿来付出的。对，所以志工其实我看到哈也是很欢喜的哈，而且他们付出也非常多。那刚才杨医师你有提到哈，烟酒槟榔其实是三大害了哈。那其实烟害哈，在国民健康署啊，或者医院都推动的非常多戒烟，而且你的戒烟门诊也非常成功。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平常我走到这边的时候，就会先从窗子看。玉里慈济医院的院长张玉林要去巡房吗？先停在楼梯转角看一看。有一次有一个人，他还会走进来，然后躲在那个墙后面抽烟，然后我就会再往下走，这边还可以再看。看那边有没有人抽烟，然后看那边有没有抽烟，但是我从这边看的时候，那个人不见了，所以那个人不见了，我就知道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他就躲在那边抽烟，我就站在那边，我就算好他，应该是点烟的，点烟我就走下去了，嗨，我随身都携带手套，
为什么要戴一双用过的手套呢？在我的口袋里面，除了手帕、卫生纸以外，就是手套。嗯，那这个我们会先检查花圃，所以这个花圃里面就有烟头。今天现在只有它一根，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很多，嗯。不是只看表面，树丛间、花盆底下、水沟里，深入各个可能暗藏烟蒂的地方。没有发现。这个就是那个死角吗？哎，这个就是那个死角，所以这边果然会躲，有人会躲在这边抽烟。有烟头在那边，就是一个相反的一个暗示作用嘛，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叫做避免破窗效应。密集的禁烟标示提醒着戒烟的重要性，是宣示，是提醒，但不是排斥，而是苦口婆心的关切，期待的是建立自己心中的界限。我们就把不能抽烟这个弄多一点，点连起来就是线，但是它没有很明显的这个线啊，那个线在哪里？在每一个人心里面。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不能抽烟。所以每个人，人家在那边抽烟的时候，我就说：“哎，不好意思，这边不能抽烟了。”他说：“我已经不在里面了。”哦，我说：“哎，这边有写不能抽烟，啊，不能抽烟到底是什么范围呢？就很大啊。说要抽烟，哎，请到对面去。”不是喊口号，张院长弯腰捡烟头已经超过三个年头了。他不忍民众被慢性阻塞性肺病所困扰。我在那边捡烟头的时候，有民众就要跟他说：“哎，院长，你怎么那么忙？这不是你的工作哎，你叫那些清洁人员来做就好了。”啊，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说这个捡烟头是我的工作。平常我们在看急诊的时候啊，很多那个老人家。”都是一直长期的咳嗽，慢性的咳嗽。那这些慢性的咳嗽呢，实际上很大部分都是这个慢性的阻塞性肺病，气管跟那个排气管一样，越塞越多的时候，后面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你会很痛苦哦，因为会喘不过气来啊。你的痰稍微多一点，它就塞到就是到了极致的嘛，你就一定会很喘嘛。玉里慈院提供每周17诊次的戒烟门诊，方便想要戒烟的民众。戒烟人次较之前大幅提升，并获得2012年无烟医院金奖的殊荣。世元哈，那个院长好像弯腰哈捡烟蒂哈，已经三年多了。他为是不是想要怎么样来带动全院的风气？我们可以看到，就如果我们在推动健康促进或者无烟医院来说啊。当我们的主管、我们的领导者他们都开始在做的时候，那当然底下的人也就要配合一起来做。嗯，那所以呢，我们在推动健康促进或无烟的话，因为有院长的支持啊，所以全院上下大家都能够配合着我们医院的政策。因为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有写到，我们是守护健康，所以在这部分我们就要落实健康促进。我想病人即使要抽烟看到院长，我看烟也赶快把它丢下来了，所以这个是示范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杨医师你开了很多的戒烟门诊，然后呢又是那他大部分是哪些形态呢，或是哪些年龄会比较容易抽烟？年龄从年长者到年轻的都有。最重要的就是看他们的动力。尤其有的是家属，有的有很多是家属规劝的结果，然后几十年的老烟枪，然后来这边，为了健康，为了活更久，而来看病的。对，我知道就是戒烟有时候就是要耐心恒心嘛可是像我就不知道戒烟成功是什么叫做成功。我知道你现在有带一个示范的道具，可以不跟我们说明一下？这是一个一氧化碳的侦测仪。正常来讲的话在鉴定它那个成功的数字，应该是在我们吹气的数字是在8以下，我们鉴定它成功。你不要看这个东西来讲的话，非常非常的灵敏，你只要有接触
有抽烟的话，你是逃不过他的那个法眼。那个甚至于有的病，这个吹法就好像我们那个酒测的吹气，是差不多。甚至于你在戒烟的期间，你如果说自己没有抽烟，但是你接触二手烟的时候，这个马上就可以测得出来。我有几个个案，他自己没有抽，但是他前一天跟前几天有在参加聚会，有抽到二手烟的时候，这个马上就会升高。这个东西正常来讲的话，这边有个数字，吹出来的应该成功的界定是在八以下。对，那我知道大概多久以后测出来都八以下才叫成功？是三个月呢，还是一年，还是半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大概快的时候大概三四个星期就可以有相当的成效了。我知道你的戒烟门诊早上、下午、晚上都有，其实是真的是为了让每一个想戒烟的人都有门诊。那我想问世渊的就是说，为什么那个刚才那个戒烟的范围要这么大？其实一般我们的医院都界定说，医院十公尺外不要吸烟就可以。可是，在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发现，就是说，如果我们医院就摆明显的一条线在那边，很多人就会站在线外面。其实他可能还在医院范围内，可是那条线他就直接站在线外面，就一步的距离而已，就在那边抽烟。所以院长才会一直希望跟大家推广，就是说，我们戒烟的那条线不是实体的线，而是在心中的那一条线。那这样子的话呢，大家进来医院之前，他就知道要先把烟丢掉。那在接下来我们会鼓励他戒烟，那我们会尽量呢让大家戒烟的借口，不抽烟的借口变少了，戒烟的理由变多，这样子。我说刚才杨医师有说嘛，其实自己本身很重要，家人也很重要，当然戒烟的医师也很重要，这要合作。我一个陈先生就是大家合作通力的结果呢，才成功的。我们看这段 VCR。人们常说，因为爱，我愿意改变。而陈基才至少有三次为爱戒烟。在谈恋爱嘛，他会跟我讲说，好，我会戒，好戒个一个礼拜就不行了。后来说好，我们结婚，我一定会戒，也是大概一两个礼拜吧，嗨，那就算了，也不强求了，怎么办？他说生小孩，我一定会戒，为了小孩子的健康，心有余力不足啊，真的。陈基才从高中开始抽烟，已经26年了。尝试戒烟许多次，无奈烟瘾越戒越重，到后来一天抽30到50支烟，跑步明显容易喘。有嚼口香糖啦，贴那个科研的贴片啦，还有那个我们电视广告的那个尼古清的那个方式，我都去尝试过，可是都一一失败了。因为味道实在是臭，难闻，我不喜欢烟味。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那个有时候他抽了以后会咳嗽，身体会不好。陈基才知道玉里慈济医院的戒烟门诊，请太太帮忙挂号，但太太已经没有信心，抱着怀疑的态度。我一直没有挂，后来他又提醒我说：“哎，我的戒烟门诊挂了没？”我就说：“还没呢。”我说：“你确定要戒？”他说：“对对对。”啊，我就挂了。他真的来了。我的头脑旁边会有那个什么白天使跟黑天使一样，然后白天使会跟我讲说不行，你不能抽烟哦。另外一个黑天使好像是在跟我讲说没有关系，抽一根没有关系啦。陈基才先生，嘉义科杨行良医师告诉陈基才，会跟他并肩作战，一起努力。一般来讲，抽烟它的后遗症会造成所谓的慢性阻塞性的肺病，目前听起来你的肺部是还有救，我们再测测看好不好？每一次的戒烟门诊都会做一氧化碳的测试，能够立刻知道肺里面残余的一氧化碳浓度。很好哦，只有二，数字只有二，正常八以下的话都还算都可以接受。至于戒断症候群，也有药物能够帮忙减轻不舒适感。从戒烟到现在就是的。前两个礼拜吧，他大概不超过5根吧，可是都抽半根这样子。
我的同事了哈，如果他不知道我戒烟的话，他会拿烟请我抽的时候，我会很大声的跟他讲说，谢谢我离婚了。当然开心啦、啊，真的很开心呢、啊。在杨医师的引导之下，让我成功的把烟戒掉了。谢谢杨医师，恭喜你，让我找到我健康的身体。恭喜你，因为我也是过来的，所以说让我感觉我很熟悉。那你是学长，学长。看到病人戒烟成功了，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了哈。可是当然也有挫折了哈。在临床上哈，你最常看到哈，病人为什么原因放弃戒烟？最常，朋友了，朋友啊，对。然后自己那种感受，还有一个习惯。啊，所以是朋友也要把它戒断了哈。就是你如果朋友没有把它戒断，当然你一根我一根就开始抽起来了。那从戒烟变成戒烟哦，把它戒一根烟来抽抽了哈。对，那我就说，那也是戒断症候群，是不是很难克服？会有相当的不舒适感了，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好的药物可以帮忙了啦。像以前没有的话，就是要完全要靠自己的意志力。现在有很好的那个戒烟的药物。像刚才陈先生哦，已经三次戒烟都失败哈。那都放弃了哈，但你都想他们要放弃的时候，你都怎么样来劝他们，怎么样来克服这些困难？我会劝他们说，你除了要找自己的家人来支持你，另外一个你要勇于说不，因为那另外一个就是尽量少接触了一些抽烟的场合，你会比较没有那种致命的吸引力。对，刚才好，你最后说哈。你是学长哈，你会不会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哈来劝他说你经历的那些过程？哦，这个会。另外一个就是，甚至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我都会拿出来鼓励大家。哦，我们知道哈，就是刚才你看，从戒烟的门诊，从你们的环境的维护哈，跟院长的身体力行呢，我们知道你们得到哈，就是国健署的叫金奖嘛。对。啊，这个金奖是。就无烟医院的金奖呢、啊，这是非常难得，尤其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区啊，执行的这么彻底。我说，因为得到这个金奖哈、啊，你们听说要把这个推广到国际哈、啊，那思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其实我们是很幸运的哈，因为我们在推广这无烟医院，那其实，在地区医院以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去年是全国地区医院组的第二名啊、哦。那在去年的时候获得健康署他们的一个推荐。就是我们有全台湾有三家医院代表台湾去参加国际无烟医院金奖的甄选，那玉里慈济医院就很幸运是其中一家，那可以代表台湾出国比赛。你们是要到哪里去？目前如果顺利的话，预计是在四月份的时候会到西班牙。那你们还有没有怎么样进行要一些计划没有？像我们今年的话，我们就特地跟我们的玉里高中的补校合作。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补校大部分都是还在上班的，所以我知道那学生非常重要，然后就是从根给它斩断了哈。今天很高兴两位来到我们现场，杨医师，思源，谢谢。